有多怪兽？配备了2.0升16千克的发动机，能产生212马力，为它带来216马力，为它带来268公里每小时的扭矩，轻量的百分之七，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 发战了，想想都激动。这是五菱宏光的一大步，对手可是宝马330i，运动轿车的标杆，兼具豪华与性能的巴伐利亚之魂。五菱宏光专治各种豪门，看你的喽。
色金属漆，超强马力，四轮驱动，丰富的扭矩，还有爆炸般的声浪。不啦不啦，我知道，是你一个男孩子的梦，看我怎么打败他吧。光能走到这一步，真是超过我的想象。你的想象可以再放飞一些，大胆一些。本场对手是四八路 B2Z， 作为轻量化跑车的代表，它的操控十分精准，很适合复杂的赛道。论操控的精准，我的五菱宏光当仁不让。还是加速，你都做到了。
守逼近，保持领先。加油，跟着辅助线入弯，稳住。再靠左一点，你可以。就是我们的。
切是进入弯道的好帮手，要跟着他。我们已经快要追上他了，加油！保持这个节奏，我们会赢的。
现是进入弯道的好帮手，要跟着他。你是最棒的赛车手，加油！
Thank you.